以轩心不好，他注意的。哎呀，听说之前拍戏曾经传出心绞痛、喘不过气的安以轩，回到台湾之后连忙来检查心脏，但搞不懂呢，大小姐心脏不舒服，可是手机还是离不开。本来还期待演过戏事的他可以来捧心一下，结果他从头到尾都在捧手机。来来来，看了半天，还是他下车的那一腿最好看。再来几张安以轩的微博美照，对吗？对吗？有胸有腿的，怎么好的好料，千万别藏私。好心会有好报的。